其实捐血真系一啲都唔可怕噶。原本郑世豪呢日都打算献出佢嘅第一次，不过好可惜，最后都错失咗呢次嘅机会啊。其實我今日原本是想捐的，其實 我之前是未捐過血的，今日原本是第一次捐，但是發現呢，因為我有 一個時限呢，大家看到我頭尾，因為 我就聞了一點味，要過一年之後才可以捐，但是今天我都嘗試了就去測試一下鐵質夠不夠，原來是介乎13至18裏面呢，你是達到標你就可以去捐血了，所以呢其實我過了3個月之後呢，我就可以真的去捐第一次血了。我原本我真的什麼都不懂，只是以為吃多些菠菜就會有鐵質，原來還有這麼多東西都有的，所以都學到很多東西了。今天開始就是你負責製作這些果汁給大家喝，試一下吧。我給你一些資料回去參詳一下，你還差一些果汁給我們。那你不用製作了。